在这边我顺便给老师看一下我心智图的档案，就是您可以从右手边这里。事实上要现在要做心智图有很多种方法哈、哦，那只是我觉得 SMind 做的还蛮不错的，当然你用云端的也可以，哦，现在也有这种云端的服务也有。好，那您下载之后呢，这个您把它解压缩，像我这边下载的有没有？您按右键 7-Zip 解压缩至10就可以了。好，那它就会产生这个资料夹，你把它打开，你找到我们的 Windows， 所以如果老师有用 Mac 的也可以。哎，对了，那个 Focus Guide 也有 Mac 版哦，所以因为如果万一老师您使用的是 Mac 的那个电脑的话，也是 OK 哈、哦。好，点进去，您就可以找它的执行档。好，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免安装，所以您必须要先把软体打开，好、哦，把软体打开。那我在这个上面的话都有。这个连结好像有错哈，我等一下再修正一下。您如果看我其他的，在这里，我一些有没有应用的范例，这里您可以下载我其他的，哦，其他的哦，点下去这个应该是有，哎，也没有。好，那我待会再一并修正一下好了哈。那您进来之后呢，他第一次会问你说要不要安装，通常这个我就不安装了哈。好 ，OK， 这样就可以。您就用开启旧档的方式，有一个开启档案，您找到我们的那个心智图的档案在这里，它的副档名就是 SMIND， 叫 SMIND 哦。好，这样就打开了。我先把右手边先收起来一下，好，显示小一点。那一般其实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像这样，心智图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您要做调整，有没有都很方便？啊，这个弄错了我就拉过来，有没有？像这样，然后呢，心智图的呈现方式也不一定一定要像这种结构的，我也可以选择，一般最常用是用这样子，我把它缩小一点，比较容易看得到，有没有？像这样，那我就啊，这个我又想到什么，我又继续下去，继续下去，这就可以想很多，你可以把你有想到的然后加进去，然后呢，它可以下一层。像这样下一层下一层继续往下，那当然也可以怎么样啊，这个跟这个有关哦，又来又皮肤啊。心智图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要的是什么？灵活度，不见得要漂亮，但是要有灵活度，就是我今天在思考过程里面有想到什么，或者我要调整什么，可以很方便，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在用这些软体也好，或者是这些云端的服务，我都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检视哈。那这些都可以做，那甚至呢，啊，这个是相关的，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总结，有没有？做一个总结，有没有这样就在一起了？如果不够，可以再增加，是不是这样就很有弹性？哎，当然，如果你偶尔会有天外飞来一笔，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我是这一个，那这些都跟我这边相关，可是。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不错的 idea， 但是我还不知道归类在哪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动动，这叫浮动主题，可以注记一下嘛，对不对？甚至如果您觉得哦，你有太多的想法，怎么办？你觉得看到左下角这里有没有一种感觉，有点熟悉，像不像你是？像哈，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可能要有另外一个页面才够完整表达我的想法，对不对？我这边是概要，里面是详细执行过程，可以吧？那他在这边可不可以做超连结？当然可以，按右键超连结。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Focus Guide， 因为 Focus Guide 超连结可做的连网页，可不可以连不同的主题？一样的，你看，这是第一个主题，有没有第二个主题？你也可以连到它的子主题里面，有没有？子项目里面去，这样你了解了哈。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其实你会发现说，哦，其实心智图的目的不在于软体，而在于什么？帮助我们把那个思考的过程留下来。以后这些东西是都可以用的。你看我点进去，有没有就跳过来了？当然这边可不可以回去？也可以的。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回到。做一个回到上一页的也可以，好，它就等于好像我们在做网页那种感觉了，像这样的。那请问可不可以插入图片？可不可以插入附件？答案当然都可以啊，
今天如果你有那些图片的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图片，比如说这一张图片，我就把它复制起来，我拿来这边看你要贴在哪边。假设我贴在这里好了，我就把它贴上。哇，那一张不行，要一般的。好 ，Google 图片。这一张比较正一点。喂，这里为什么贴不上？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贴得上的哦。贴上，那张，因为它是可以插入的啦哈。如果或者就你直接把图片存下来也可以，不过原则上应该我平常在用那个剪贴簿的都可以直接贴上。那当然它也可以插入档案，所以如果说你有比较多的内容，它一样可以透过插入档案的方式，这里有没有附件，这样就可以做比较完整的阐述的内容。好，所以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好，可以把它存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是用免费的，所以你的绘出的部分目前免费只能变成图片，好，只能变成图片。当然如果你有付费的，你看到它后面有 Pro 这个功能的话，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变成什么 Office 档案，跟它直接做交换，甚至直接变成甘特图，它也有甘特图的功能。好，所以利用这些方式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快，只是免费版本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好，主要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的做法。好，这样有没有简单对我们这个心智图的使用规划的时候可以怎么用比较清楚一点的。好，